您回到现场教的现场，我们接下来要接听您的宝贵意见。首先来接听的是台南的杨先生，杨先生请说。咱看一个蔡英文哈，伊安尼一路行来哦，引起那么大的那个群众的热情哦，实在话，感觉讲是一个奇迹啦哈。你也看四年前安尼马总统安尼700多万票安尼选掉，伊讲完全执政，完全负责，结果搞到现在呢，他的唯一政绩啊，就是杀一罐啤酒头啊，台湾头，台湾面那个在颠簸。啊，你也看因当年那个连战呐，踮咧嘉义嘛是家己啊，伊讲哦，啊，这个马英九就是哦，马英九啊，对不？啊，马英九嘛是足精的啊，伊个讲哎，对啊，恁大家拢叫我马英九总统是啥？一点啊都未感觉见笑啊，为什么这么人民会安尼？你也想啊，做四年的总统，立法委员是四分之三呢，结果伊会当挂一罐啤酒拿出来顶尔，实在是真了然啊！今日蔡英文会这多人甲支持，就是马英九的无灵啦。好，我讲到这。好，谢谢杨先生。来，台中的林先生，请说。台湾人大家好，马英九说四个连任的理由。我要说几个凭什么要把票投给你马英九的理由。我看很多泛蓝立委的看板上面有写米酒的政绩，如果马英九三年举债要1兆3000多亿，国会的立委四分之三多数，三年只有马英九三年只有米酒没有政绩可言，那凭什么要把票再投给你？而且米酒的降价还是假的。另外，欧美国家贫富差距3倍，台湾75倍，马英九633跳票，死不认错，又没有担当，捐一半的薪水出来，身份又不明，是美国公民或是绿卡，说不清楚，谎话连篇。马英九的政府官员行政又不中立，又控制司法体制，不公不义，成为国民党的打手，只打绿不打蓝。政策只会跟着民进党的屁股走，石化厂说要盖就盖，说要停就停，核电厂的决策草率，完全不关心台湾人的死活。还有执政的县市倒数的几名都是国民党的，丢不丢脸啊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九二共识的谎言，让台湾成为中国的一省，台湾的主权在你的手上流失掉。只因为你想画独建统，这个根本就是叛国，凭什么要再把票投给你马英九？好的，谢谢。我们谢谢林先生。来，桃园的陈先生请说。陈先生您在线上。陈先生，我们要接听下一通了。高雄的武先生，武先生请说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你好。哎，恰够大家好。哎，大家好。恰够我看他的文字哦，非常非常，我看起来真正真感动哦，所以我就讲马英九，你唔免即话哦，你也唔免出来啊。安怎讲呢？伊逐项都甲你骗，伊怎啊讲要甲恁台湾人搁骗四年哦？恁爱想看嘛？哦，这个人有够无能的，无能啊！哦，你看，惊因这个花博都甲你开130几亿，收入还是几亿哦？啊，你有甲伊想？哦，伊这个。这个绿卡应该已经还讲未清楚，也无够资格做台湾人总统。台湾人唔忙，这回千万唔忙，讲伊个便宜啊！哦，伊这个无，这个心态哦，唔是伫台湾啦，心态是伫中国啦。你看伊啊钱也照顾中国的大学生哦，交这个台湾这个花博哦，你看会开啊多哦，所以这个讲实在啦，农民1000块伊也唔敢，啊超工安尼。放烟火，伊就甲你放30几亿，哦，这实在真正甲百姓的艰苦钱哦，拢撒咧乌白啊，哦，大家。谢谢武先生，来台中的刘先生，请说。喂，请说。您在线上。哎，主持人你好。嘉哥。喂，您在线上。哎，我在线上。请说。执政党哈、哦，一天到晚都是要靠媒体哈、哦、来打压在野党的话哈、哦，也不是。执政党的作风啦、啊，啊，无能的政府一天到晚都在打压这个农社啦什么啦，哦，难道说这四年真的是没有什么执政的那个优点可以讲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这种政府呢，早早让他下来就好了啦。我讲的就是这样而已。
好的，我们谢谢刘先生。来南投的林先生请说。慧敏你好啊，我是移民到纽西兰的，过去是台湾一个企业的总裁，我现在退休下来。我四天前呢就包机带了200多人回来，为什么？看着台湾这国民党这个马英九这样搞下去的话，这个人民啊，这个过的日子不好。嗯。所以我们台湾是我的家乡，啊，我们看不下去，所以说我的公司遍布全世界，陆续有人都回来会替这个蔡主席的胡选，不能在这个今天报这个电视又讲了，又汽油又涨价了。那我也有做这个汽油的生意啊，原油没有涨啊，他为什么要涨？他就要涨这个钱啊来买票了。所以这个政党哦，不能再他们再执政下去了。这是我郑重的，这是之前的全省台湾人民有公益有正义的人要站出来，把你手中神圣的一票在明年1月14号投给民进党，不是民进党，是台湾人民选出来的提名的民主进步党的女总统候选人蔡英文。谢谢林先生。来台北陈先请说。喂，请说。首先我要讲的就是说，我们当然不支持这个贪污，或者是说你有违法，当然政治人物你用更高的标准去检验也都 OK。 可是我觉得今天的国民党这样的打法，打这个农社问题，真的是对台湾的这个撕裂族群，或者是说把蓝绿的对抗搞得这个是对选举非常非常负面的。如果他真的有涉及违法，你去检举然后去办，那开个记者会说明这就算了，利用这么大的媒体的版面这么多的时间，我觉得这个对选举是非常负面的。今天国民党的问题是在于标准不一。我想告诉罗委员，今天马英九的特别费没事，陈水扁的国际要费已经被关在笼子里面了，这个你说观感问题，花博怎么搞的，检察官怎么就是不办，这难道就不是观感问题吗？今天重点是我们选民是希望是一套的标准，你今天掌握了权力，你更应该把这个标准，把这个这一段心中的这一把尺要放得更宽。你这个对台湾长期来说，我们这样媒体在看，对下一代，对我们这个选举真的是非常的负面啊。我真的要告诉罗委员，你今天纵使讲了很多数据，我认为执政党要去端出一些数据来告诉人民你做了多少事，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。可是今天重点是人民的感受。我今天认为就是说，我也相信国民党有很多人要把事情做好，可是我总觉得我看到今天这个蔡英文的这个演讲，还有他一路这个台一线的这样活动，我真的发现两个字，就是说感情。你跟这一块台湾土地的人民，或是这个台湾这一块土地，你有没有做一个感情的连结？今天如果你有做感情的连结，今天你在跟大陆发展经济的同时，你就会考虑到台湾本身，就是像蔡英文讲的，你有没有看到人民对这个期待，对一个执政者，对一个拥有权力者的期待？这个东西是我认为国民党永远都学不会的啦。谢谢。好的，谢谢陈先生。来桃园的吴先生请说。喂，插共。哎呦，我昨有去参加那个平镇的造势晚会，这是我头5年来真正唔捌看过遐尼感动的代志。跟较早较早选举拢是看到拢是查甫的较济伫台下拢查甫较济，但是昨看的真正是都查某的安尼妇女票人足侪拢走出来，我感觉讲实在是较一寡足感动的。啊，即摆我嘛要讲一个讲迄罗叔的话，麻烦你甲马英九讲，千万莫搁提米酒出来啦。阮家3个月无用米酒啊啦吼，但是阮家1个月爱用3桶至4桶的加湿啦，吼，这足重要的啦，吼，你米酒啉落会饱吗？会醉啦，会死啦，吼，会酒精中毒啦，拜托你，吼，啊，我祝福咱民进党一定提回
执政权，吼，互咱台湾卖阁安尼靠落去，真正足艰苦。你拢唔知道，拜托你去，你来吼，来咱真卡行一下，吼，你问看卖一下，真正足艰苦。唔是讲像恁讲的讲啊，无足好个，阮政治迄像迄民迄国民党讲，阮政治足好个，有好无？你问看卖知。我昨去呾，昨去迄中立的仁海宫。迄是临时的哦，我临时去拜拜，知影临时的。你知影迄伫大路边，迄嘛偌济人呢？迄是讲家己自动自发，唔是讲像咱国民党来讲，哦，我著请游览车来去载，啊，一个互你偌济偌济吼，哦，好，卖讲偌济偌济，如果讲菜有咱去载，迄昨个迄遐人是边啊囡仔，吼，好查某人带着囡仔，迄唔是讲像甲早讲，吼，咱民进党选举讲，哦，拢是我十步咧，十步安尼去安尼。安尼，遐跨较大些，像唔是，即马开始讲，让人足感动的，吼，感谢，谢谢。好的，我们谢谢吴先生。来，台东的李先生，请说。李先生你好，台东的李先生，好，我们电话要挂断了。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的讨论，我们要带你来看稍早蔡英文进入台北城究竟人有多多，马上回来。